第二十一题，下列何者为汤匙上的反应？题目要求在铁制汤匙上面镀锌，所以汤匙上就要产生锌，也就是锌离子会变成锌。所以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为汤匙上的反应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锌离子得到电子产生锌。